想要装修新浴室，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。第一步，知道自己厕所的尺寸大小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干湿分离。干的地方呢，你可以拉电或者装一些插座，方便你以后如果要用到吹风筒啊、LED 镜子啊、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，你不用再次找装修师傅来帮你安装。第二，要知道自己想要的风格，复古、ins、北欧、轻奢，选好风格再选产品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你买的产品不搭啦。第三，了解自己的日常喜好，看自己喜欢洗澡还是泡澡，你想要你的厕所有什么，怎样才能方便自己，了解自己需求才能让日后烦恼更少。最重要的就是售前和售后服务，你去的店是否能够给你体验感受你想买的产品，是否让你确保产品品质后才收下，售后是否能够保障你的产品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能够帮到你的话呢，可以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出去， follow 我们，带你了解更多 bath and kitchen 的知识。